几个月前，三百个怀揣着梦想的厨师来到了 DC 厨房，等在他们眼前的是全国最严厉的评审，国家级特级大厨师古登烂士。我的要求 is always easy， 只要你是万中无一最 best 的 chef， 我自然会肯定你。What the hell is this？ Very fortunately， 我的 backpack 有牙刷，是刀大便啊！ Get the hell out of here！ It's like shit！ Get the hell out of here！摆明就是针对我们零零后吧吗？谢谢评审的启发，我现在终于发现，原来我是一个垃圾。我想回家拍 TikTok。经过地狱级的考验，最后一集剩下的六位选手中，只有一位可以成为这一届的冠军，并且获得这个18cm、吸力超强、颜值超高、还可以智能挥手开关的 Robam 空间大师系列的超薄幻彩油烟机呢？不超烟机，我要梗了。超薄油烟机啊，好啊，安迪很需要啊。还有信心，一定可以的。我有这台 Robam 超薄油烟机，这一路走来都是值得的。他这么不好吃啊，看看点煮餸最紧要用心，不是用条脷啊。等下如果公布的考题不是我擅长的菜的话，就完蛋了。Sorry， 飞这边了，这边。Golden 烂石即将公布最后一关地狱级的考题。五星烹饪比赛决赛题目是炒粿条啊！你来玩嘢啊！你都暗地在那边炒了30多年啦、啊，还以为会考佛跳墙之类的。哇，还好是炒粿条，很容易啦，我最拿手的。评审一定是针对我，他明知道我都不是有你的师傅的。帅局咩？炒粿条，边条啊？Excuse me， 我们的考题是什么？炒粿条啊！人话有洗大肠，不洗的话有大便味。Fucking hell！ What the hell is that？ I thought it's happening 火灾，看来还没发生。哎呀，大火才好吃嘛！年轻人，我可以懂嘛，不懂就不要讲话啦。哟 ，Fuck you， 我可以 ，you。Out！ 什么？什么 out？ What you doing？ 我炒紧粿条啊。边条？我粿条咧。The stove is over there。咁我盲噶嘛？盲就翻屋企啦，冇比赛啦，仆街！你歧视我？系啊。在评审严格的标准下。比赛还未进行到上猜阶段，已经又有两位选手出局了。哎呦，不要紧啦，输了就输了，没关系。不过大家可以来 support support 一下安迪的店哦，安迪的店在新。我怀疑呢条友歧视我，呢啲咁嘅人一定冇朋友，我同你讲，因为点解？我睇唔到佢有未来，我睇唔到佢一切。啊，镜头在这里。啊，这边。啊，对，再多一点，啊，再一点。还要再撞啊？再一点，再一点啊！对了 ，OK， 继续。系咯，如果我睇到佢嘅话，勾晕屌！比赛终于来到了最终环节，选手们已经准备要拿出他们用来应对终极考验的炒粿条，到底谁可以获得高等男士的青睐呢 ？Who first？Did you test it? 是哪一块？ How does it feel? 我已经去除了大部分的腥味。我是问你，你 test 了你的智商没有？你到底认不认识字了？题目是什么？炒粿条。What is this? 九转大肠。不要以为我没有上网。You want me to eat shit? Get out of here! 评审考题是炒粿条。我不可以煮九转大肠啊！九转大肠是我们中国子女传统美食啊！正常炒粿条 ，Where is 炒粿条？
可以啦，炒粿条是我最拿手的菜，有信心。What is this? 珍珠奶茶草莓布丁炒。You out! 珍珠奶茶草莓布丁炒粿条，看上去明明就很好吃，甜甜鲜鲜带点酸，那就是初恋的味道啊！炒粿条 cannot match with pudding because pudding is Russia. 炒粿条 is Malaysia. I want 正常炒粿条，正常的炒粿条。What the hell?里面有 finger， 你们知不知道正常的炒粿条是怎样？炒粿条 is like this one. How brilliant is this 炒粿条？ Astonishing, awesome, brilliant. The champion is yours, Hugo. Hello, 妈，我在比赛，我在比赛，你可以给我一点空间吗？Actually, 很难选，它的 food 很油很咸 ，can't eat at all. But his food is the only one that can eat. But on the other side, Bilko little bit hard, but mostly it's good.他的那个食物很好 ，so 我很难选。究竟高等男士会怎么选呢 ？I decided that I cannot decide. So 你们两个 second round PK, no limit on 食材，快点，我很饿了。比赛进入了加时赛，两位选手都获得了再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究竟他们表现会如何呢？错过这么美味的一个菜 ，Now I only realize shit is actually very delicious。我到现在还在回味着那个味道在我嘴巴里面 melting 的那个 moment， 真的太上头了，害我现在每次大完便都不冲洗。I now announce the champion is Mr.我故意留了一部分味道，让评审吃得出那是大肠，评审他喜欢了。我是中华儿女啊！评审是英国人，哎，不管，总之都是中华儿女啊！你好，我是来拿我的冠军奖品了，啊，就是来吃八仙超薄视力超强、颜值超高，还可以智能挥手开关的 Romain 空间大师超薄幻彩油烟机了。是 DZ 厨房的冠军的奖品是吗？啊，对对对。可是刚刚已经有人讲他是冠军，然后来拿了哦。谁？哎，怎么在这边？我才是冠军呢。哦，厉害冠军啊！真的咩？你真系冠军咩？啊，没有了，你才是冠军呢。我不吃，你骂我没有骂。好的，不要不要，今晚食大餐，食肥猪肉，我红人咗呀，我红金宝嚟啊，臭閪！
吃到大便了还不刷牙 ？Get out of here！ 这个是阿兵啊，不是我的人，不是啊，那个外国强，外国强。Three, two, one, 星。Still mo， 哎不 ，Still man， 不对 ，Still 什么来的嘛？呐呐呐呐呐呐呐。拍到阿五啊，走嗨。Ready？ 哎，打了。他妈新爆人，这走嗨了。打了。新爆人觉得手嗨呀。